日前，黄晓明在微博晒出自己的八张写真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肖像写真并非他的真实样貌，而是在真人基础上改动过的 Q 版，看上去萌萌哒。教主自己也说，今年最满意的写真照。照片中，黄晓明全是各类表情，或捧脸微笑，或摆出惊悚状。